抢搭三倍券的热潮，世贸家电展呢主打智能家电，一次智慧联网语音操作六项家电，只要动动嘴巴就能够搞定，防疫呢不能松懈。还有呢，韩国品牌首度曝光的口罩型空气清净机，戴在脸上随时可以呼吸好空气。另外还有业者强推呢65寸8K 电视，159,000元下杀到99,000元，现省6万，也欢迎使用振兴三倍券来振兴买气。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最好还能指出一张嘴。开启所有家电，正在把第六届智慧家居打开。我要你往东，你不能往西。从电风扇、冷气到电锅，全部智能联网，动动嘴巴，乖乖听话。要出门了，那你可能大包小包的，只要出一张嘴就可以把所有的产品就关掉了呢。敲敲冰箱门，不用芝麻开门，要找哪一样啊？不用瞎子摸象，看了清楚了再开门。我们让开门的速度越快，冷流流出来的越少，它就不用再启动压缩机。那这样它就会达到非常省电的一个效果。防疫当头有看头，空气清净机不用搬一大台，变成小小的口罩往脸上戴，按下这边的按键，对，可以看到我们的灯号亮起，那我们总共有3段的风速可以自动的调节。所以如果有人没有戴口罩，你看，没戴口罩警报大叫，当场活逮。不发烧。你头好烫，一发烧马上发现。这个智慧型立架式的检测机器是防疫最尖的千里眼。要抢三倍券的热潮，65寸的8K 电视从159,000下烧到99,000，现省6万。业者心一横，希望冲出业绩，横着走。华新闻黄敏慧、黄瑞麟台报道。